林淑芬那个检举真的值得细查，他是在大陆生产，可是会不会也是跟台湾的商人是一条边的？哦，搞不好那个工厂跟台湾人也有关系啊，这样就是自己的人在坑自己人，就变成这样。不过坦白说，这个在大陆也是被泛滥使用，也抓过很多 case， 我认为在台湾应该有一段时间了，只是最近才被验出来。